睁大双眼，不断学习。伟大的世界往往有着卑微的开端。试想一下，一个安静的池塘，平静，水面就像玻璃帷幕一样。直到我丢了一颗石头下去，这么一个小东西，但很快涟漪就会扩散到整个湖面。锦鱼人也有着卑微的出身，他们曾是未开化的生物，但他们够幸运，住在山谷中具有魔法的池水附近。池子的魔法开启了他们的心智，并让他们的身体成长，直到他们成为潘达利亚最伟大的古代生物之一。最聪明的锦鱼人真的非常非常聪明，他们可以跟河流对话，就像你我征询我们长辈的意见一样。在水的低语中，他们可以听见未来。锦鱼人跟他们的水语者在潘达利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总是居于核心地位。他们透过预知幻象协助帝国建立，释放了奴隶，并早在10000年前就警告末代皇帝，大爆炸将降临并撕裂艾泽拉斯。想想看，最微小的声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下次你决定开始丢石头时，考虑到这一点，朋友。再见。我需要再靠近一点。
出范围了。你需要什么吗？白虎守护你。